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老林，今天我们又在实况游戏啦。今天呢就实况玩这款游戏啦。这款游戏呢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啦。这游戏听讲了，这游戏还蛮奇葩，很欠打。怎么说呢，因为这游戏是属于暴走的那种游戏啊。还有它里面的那些玩法基本上是有那种暴走风格玩法啦，不过评论还蛮高的。其实当然呢，我们今天就来试玩一下咯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进行游戏。然后呢都要干嘛，点击一直点吗，等下干嘛完成更款。我在玩了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，怎么点它，重新开始，一直点它，一直就点了，这样就过关，到底是什么意呢啊。这一关这要干嘛，为什么是要我选择买什么东西，是意思吗？买那个第一个叫声，买第一个吗，到底要点什么，这到底要干嘛，输了，为什么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懂欸，玩什么，到底要干嘛，呱啊，鼠妖什么，这到底怎么过，这要干嘛啊，打开的意思吗，不能打开啊，对不能，对不能，妈扯到这游戏，他到底是怎么玩的，为什么这么打开这个就赢啊，傻小啊，这游戏下一关这个又要干嘛，皮球是动皮球，那边有东西，这干嘛，我现在是要干嘛，输了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游戏这样奇葩的，很乐色欸，玩这游戏好像是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，点下脸吗，为什么输，上下来跟着我摇走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，这是要怎么过啊，什么，那个时钟好像有东西是吗，等一下，有哦，一个按钮哦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，去酒吧而已，这就过关的，什么意思，我懂了，应该是讲成晚上要该睡觉的意思，大概吧，这个要干嘛，我用单车吗，然后呢，傻小，这要干嘛想办法不超他吗，什么办法，怎么过，要点他，走路过去啊，因为坦克太重了会塌，哇，这关卡有逻辑，然后这个呢洗澡，开这个吗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可以烧水哟，烧水不能，到底要干嘛，
拉开它下面吗？能够看得到它那个下面的吗？不能呢，不能拉，不行。这要干嘛？那两个按钮都输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按哦？我乱乱点，我再乱乱点，一定有过关的方式，一定要点开，乱乱点。只要你卡关的时候啊，你乱乱点，肯定是无意中哦会过关的。这个就是我的大招。喂，看一个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按钮啊，就那个洗洗澡。哦，不是我洗澡，就叫他洗澡，就过关了。什么领游戏哦？你就关。这要干嘛？游泳吗？加油吗？这要干嘛？喂，溺死了！哈哈哈！想办法没有溺死吗？哦，对哦，他没有那个氧气筒啊，他只有那个眼睛而已哦。游上去吗？想游上去？别死了欸，不能点它欸，点它就呼吸哦。然后现在怎么办？这要干嘛？都没有东西，要怎么点？不能点它咩？我的，这到底怎么过？傻小啊，这游戏，这到底怎么过？看来还真是要逼我出大招啊！继续乱乱点。喂，那个小洞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哪里呀？喂，这边可以移哦，那边有一个洞，戒指啊！我靠，这游戏，然后这个嘞，这要干嘛？喂，我现在才发现这里有提示呀，不小心按到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问号是多么的，点它。喂，哎，提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叫我点那边，结果你让我输，是慢惨哦。这提示，哈，你叫我点，哦，我点错了是吗？闭上眼睛，然后呢？傻笑，木鸡也来了，那鸡也要拍照的意思吗？然后这个，到达。终点的意思啊，跑过去哦。喂，祝你往后退。我点下往后退。哎，往前呐、啊，大佬。什么鬼？哦，其他那五个那个旁边的不能点嘞。哎，你看，我点下往后退哦。你是怎样？干嘛往后退？你是要赢还是要输哦？哈你傻小，这样怎么过？真的，他这个游戏啊，真的要比我出大招，要一直乱乱点，然后说不定会有找到关卡，有关终点。喂，我刚刚点了，好像这个东西有震动是吧？看错吗？喂，这个可以移的，然后呢？对吧？这游戏雷龙没啊，有这样的关卡了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要干嘛？想办法吃糖果。嘲笑我？我听不到。怎么办？那有一个鸡耶，点它一下。喂。哇，鸡，你飞天啊你！这怎么点？点三下就输哦，为什么？点它吗？喂，我点它那个人，然后我就也自己整个跳。那怎么过？点糖果吗？不能啊，还是输啊？喂，
为什么？我刚刚点什么？我点糖果鱼啊。哦，点他那个，糖果那个小纸袋打开的那个部分呢，这样子拆开。还有这样的玩法的吗？什么鬼呀、啊？然后这个呢？这个要干嘛？然后鸡又干嘛？很吵啊你！这要干嘛？诶，我这边按电脑，这边打捞一下，哇哇，又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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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这个干嘛？诶，不能通过，要过去的意思啊。问题是这个有闹钟诶，有那个警报诶，怎么过去？诶，那怎么过去？可是我点它就立刻走过去的哦，那怎么过呢？诶，那后面好像那个按钮好像也在按呢。诶，能哦，按来干嘛？那个什么？哦，那个东西移动啊。然后呢？再点，加快了那速度。然后呢？按电脑啊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。哦，一直讲它要加强我的压缩的速度啊！一直按，一直狂按，狂按，狂按。加快了干嘛、啊？到底？喂、哎！哇，飞过去哟、哦！这么屌啊！你以为你是 Superman 呢？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开车吗？点它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你上西天呐、啊！可以点它停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点它停啊。喂，停下来。OK。然后呢？那边有地雷耶，怎么办呢？走过去。哇、哦！哇，这么屌啊！一个地雷整个就不见掉啊！哇，你很会变魔术哦。哎，也停下来，是可以移的是吗？要靠近是吧？哎，可以移啊，可以，走过去。咦，不会中嘞？我在想靠会，我是不是拉得太近了 ？OK， 别管。喏，这个要干嘛？嗯，要干嘛？想办法不要电吗？哇！I believe that I can fly 要点什么？哎，不行哦，我点它那个，连任何东西它都点都会跌的哦，怎么办呢？要点哪里？点屋子吗？填窗口吗？偷看一下有没有美女在洗澡的意思吗？不行啊，我已经玩很久了，我不知道按哪里，我按提示好了。啊？点这里？喂、哎？怎么会是鸡的？这关卡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傻小，在干嘛？啊，你这边呢？怎么这里会有一只鸡的？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他从他下面跑出来的。嗯，不愧是你呀、啊，原来你的下面的鸡会跑出来的。这要干嘛？拿着苹果，哦，一个零雷，点苹果吗？拿苹果丢他吗？那干嘛？点苹果就丢他哎，怎么办？喂，你要吃苹果，拿拿回去。你要吃苹果吗？不是，嗯。哦，你是讲成你要的苹果是那已经有刺的一口的意思吗？然后呢？要点吗？喂、哎？啊？原来啊，关卡啊，这关卡就要点他，他想要这苹果要吃一口，然后我就点自己的人，就过关了。确实有暴走的那种风格哦，反正每个关卡都很欠打。然后这个呢？要干嘛？一个鸡、啊。
走过去吗？哇，踢到我飞西天了！然后呢，要怎么过去？把这个人离开吗？不能呢，还是点下胡子，说不定有一个污垢要把它挖一下，它会把我通过。能怎么过嘞？这怎么过？喂，这有帽子？我刚刚按到了么？这要干嘛？这要点什么？喂，有星星哦，可以点呢。点满星吗？上面还有三个哦，另外两个不能点呢，对吧？喂，我这个我的人整个变去哦，可以走了，意思啊？哇，我变个样子就可以进去啊！哇，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一回事哦？下一关，他要干嘛？点苹果叫醒他吗？同意力输了，为什么？恶作剧失败意思吗？就是点苹果就立刻跑的意思吗？点苹果，跑跑跑跑跑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这要干嘛？要怎么过嘞？点树吗？还是点下人？不能点嘞，只能点苹果。还在哪里呢？还要点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是要逼我出大局啊！乱乱点，不要点到苹果就可以啊！来，乱乱点，乱乱点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过。喂，我点了什么？哦，这个有，这关卡的目的是要压扁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到底点什么都变大哥？我记得好像点上面是吗？哪里？喂，那个上面哦。目的是要压扁他的，而不是叫醒他。这样子啊，然后这个他要干嘛？想办法打死直升机吗？哇，这么屌，直升机也会笑人啊！然后呢，下来哦。Why？你不能，你那个书包不是降落伞吗？这你拿书包来干什么嘞？要上学啊？我急嘞！自己摔掉了，那怎么过嘞？那怎么过？要怎么过嘞？把这个东西拉下来吗？喂，真的是啊，哈哈哈哈！什么鬼啊？这游戏，哇，很废话这游戏，然后是干嘛？弄表，点它吗？我点了，什么关卡这游戏？先爆了，想办法不要给他弄扁，意思吗？天气很冷哦，要干嘛嘞？点下牙齿嘛，看牙齿有没有肮脏的东西，把它刷一下。没有哎，上面有帽子耶！刚刚我不小心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关卡啊，在那个关卡的时候好像点到帽子哎，可以点，哎可以点哦，那个帽子来干嘛？然后现在要干嘛嘞？然后那个帽子有什么用呢？喂，那温度计可以点哦。然后嘞，不冷了。那温度还在上哦。哦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啊哈哈哈哈，着火了，热过头。意思就是讲，只要点到50度到零秒就要点它吗？我也点。点，OK，点。喂，不能呢，不能点它。啊，然后嘞？哦，着火了啊！哇，这么屌啊！在下雪的环境中还能着火，太不逻辑了啊，这游戏。然后嘞？不冷了，你都要怎样？喂，点门。哦，冷的时候它那个门结冰了，要弄热的时候还才能够进入。这个部分啊，过关方式就蛮逻辑的。输的阶段了，后面不捞这个，然后这个要干嘛？点吗？然后再点哦，要干嘛？再点，多少个？一个份？什么鬼？都有一个份的，一个份了，
我好像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们观众啊，你们看啊，看了这三个吗？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嘞，那我看了第一个有尖尖的，可是不能点呢，是在第一个才能点吗？给它熟读一下，好像是哦，然后点下那尖的，哎，真的是，里面才一个人啊，黄金老头啊，那么关卡真好啊，这样好笑啊。然后这个嘞，一个是这个汤，你来干嘛？要看吗？点了，然后嘞，这个吗？挡住我吗？那月亮不能点嘞。喂，点月亮它就会吓走那个云。那是什么关卡？让我干嘛？想办法拿他手上的钥匙啊！一直笑我，拿武器啊！喂，拿武器啊！危机跌倒哦！我点那个机会跌倒的哦。然后呢？拿刀啊，跟他决斗啊！他都没有武器，拿呀！拿炸弹丢啊！喂，我点炸弹会爆炸的啊！都没有点火就爆炸，什么逻辑啊？这游戏！拿手榴弹丢他，哇！拿手榴弹也会爆炸的、啊，哇！这游戏也是专门爆炸的吗？拿火箭筒啊，火箭筒也会爆炸，什么鬼啊？什么武器都不能拿？喂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点武器耶，点武器就输了。然后要干嘛？点自己人吗？喂。求饶，既然不死啊，和平啊，这个关卡不使用暴力，直接用求饶的方式拿到锁匙，哇，厉害啊这招，这一招我要学一下，要骗一下我的朋友。然后这个要干嘛？诶，这里也有帽子诶，帽子要干嘛？啊，这帽子要干嘛？诶，有啊，那个右上角啊。我拿了三个，还有十个吗？拿帽子来干嘛？然后呢，这个关卡要干嘛？钓鱼吗？我点那个钓竿，它就直接下去哟、哦。我怎么办呢？点青蛙，点鸡吧。我点鸡，它就呱呱叫。然后呢？在点那月亮，三个都在呱呱叫、啊，要吵闹环境还才会钓到鱼吗？谁准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关卡不明哎。然后这个要干嘛？那个机器人启动它吗？咦，这里有一个神灯哎，点它一下。它动，我点它就一动哦。这是什么音效来的？飞走了，不要点它、啊，点它会输哎、欸。然后这个怎么办？也可以打开哦。哦，这要干嘛？启动它吗？点一直点一直点。喂、欸，不可以一直点呢、欸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要点哦。压住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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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诶，可以哦，要压住啊，不可以一直点啊，点就输了诶。可是一直点跟压住有什么差别呢？奇怪，这关卡。然后呢，这要干嘛？鱼之霜，诶，停船啊，停船啊，白痴哦。哇，你的船倒了，你还那么高雅的在那边站着啊。你好屌逼哦你，然后这要干嘛？怎么办？点人吗？吓走山呢？那是什么鬼、啊？这游戏？那船上有一只鸡。然后呢？这要干嘛？点人就爆啊！我点那个人，
那就上线上线。刚刚是蹲着是吗？忘记了，站着看，射枪，还是死啊？现在开头是站着，哎，开头是蹲着，然后站着，也是死啊？哎，喂，这个人可以移的哦，这样移的，然后呢，点这个人，摔机哦，什么鬼啊？这游戏，不知道你在玩了什么、啊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喝酒、啊咳咳？喝酒来干嘛？嗯，在喝酒吗？在喝酒。喂、哎，不可以喝三杯酒啊！刚刚我是连续三多点自己哦，这是我点黑他。不行啊，也是只有我喝而已。这怎么过嘞？要点其他酒瓶吗？喂，是那个下面的那个有鸡耶。嗯，先喝酒吗？那酒瓶都不能点啊。再喝酒。然后呢？喂，为什么？你是想喝鸡精的意思吗？这游戏是怎么一回事哎？我不明哎。很奇葩的游戏，然后这个要干嘛？有一个人困在洗衣机哦，这要怎么过？喂，这可以拆掉、哦、啊，然后呢？咦，这也有帽子哦，然后呢？这要怎么干嘛？嗯，哇，那个鸡也跟着旋转了、啊。在干嘛？喂、欸，这可以转哦，转来干嘛？我都拆掉哦，这个都不能转。嗯，这怎么办呢？还是我按输了意思？啊？我这个点这个人，哎、欸，输了。嗯，我开这个谁？又怎样哎？拆掉了。嗯，然后干嘛？哎、欸，这可以按哦。然后呢？要干嘛？嗯？诶，插头给爆、哦。然后呢？嗯？然后这种时候旋转装逼一下吗？然后呢？诶，不可以耶，我点它就输哦。压制吗？喂、哎、哦，你只能是压制哦。什么鬼游戏？这到底有几关哦？这第几啊？第二十八。然后呢？这要干嘛？嗯？要干嘛？掉叶子吗？喂、欸，可以掉。然后呢？啊，输了？为什么？不可以掉叶子哦。我点提示好了。这要干嘛？点叶子啊？为什么？你点一子就输了啊！提示你在骂惨哦，啊！哇，这提示不能够相信的啊！哎，各位观众，你们想玩这颗游戏，你们去玩啊，千万不要点这个提示啊！这个提示很坑啊，专门让你输的意思啊！这提示，哇，这提示不可以相信啊！啊，还是压着，不行啊，没有反应哎！啊，这要干嘛？还是要点嗨？喂、欸，这有东西。然后呢？啊啊！起来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就起来吗？哦、什么鬼哟、哦？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玩啥呀！这游戏到底是干啥？我不明白啊！这关卡莫名其妙的就过关了。然后这就是什么玩牌啊点啊嗯我、哦、找出异样吗这不根本就没有难度啊 OK 好、哦、啊输了为什么就一张 restart 吗
啊，你是大的啊，可是九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呢，因为我们如果是要两张一样才能够对的话，应该要都是有那个双对嘛，这个只有单对耶，九张那能，这怎么办呢？输了哦，不行哎，然后还有一张哎，铁汉人吗？还真的是，我还自己还路过，这关卡，我真的很难形容这游戏，我都不知道我在玩什么。喏，这要干嘛？这每个关卡都是有那鸡啊，那鸡要干嘛？喂，哇，直接吃掉我，怎么办呢？喂。我点沙耶还是点自己？我也死欸！为什么？压着吗？压着我的人吗？不行欸，还是压着鲨鱼。真的是压着哦。然后呢？里面有人，你就讲他这个鲨鱼是假的意思哦。啊，可是刚刚有人刺我。然后呢？点我人吗？哇！他现在露出真相的意思吗？啊，刚刚是讲真的，里面是假的，然后变成是我是真的是鲨鱼，妈脸哦，这游戏。然后嘞，诶，上面也有帽子诶，我有五个，还有另外五个。然后嘞，在干嘛？点按钮吗？然后嘞，跟着按吗？啊，输呀！不要跟着按啊！点最后一个吗？还真的是点最后一个，过关了，傻笑啊！这游戏不懂啊。然后，那个鸡走掉了，然后呢？比我更狙啦！这款游戏呀，我绝对不会再骗你哦。如果以这个游戏的风格啊，啊，一定是这个。杯里面绝对没有那一粒东西，一定是在他身上，说不定在他屁股中等等那些，看手上有没有，看脸看有没有，点点看，不相信，我就是偏偏不要按了那个杯子，我不相信杯子里面有的，啊，果然看到没有，啊，看我，看到没有，我的智商这么高嘞，就是高智商的一个看法，看我多屌。不是叫你看我的屌有多大啦，然后呢，这个要干嘛？浇水吗？这浇水哦。右边是什么？那个是毒诶。那毒啊，干嘛？去浇水吗？去浇水。太多水枯死了。然后呢？用这个吗？用这个直接死哦。为什么？啊，这要怎么过嘞？这样子吗？我再放这个。哎，真的是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明啊，谁可以告诉我这游戏的意义是在哪吗？然后这要干嘛？砍树吗？我砍，哎呦！我再砍你两下，你就立刻倒包在我身上，是安装啊？然后嘞？不能砍他耶！这关卡怎么过？点他吗？点他哪里？点他下面吗？没有东西呀、啊。没有东西。喂、啊，那个东西可以动哦。喂、我，还我，还哦，原来他这个树也是狗口，还用狗的方式跑掉啊！我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拉吗？鸡哦，鸡就输哦，变成男鸡了。在干嘛？有的按钮的吗？你按哦，这两个能按呢，按这个红色，然后嘞，
再捞吗？不行啊，还是鸡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还是我还是可以挑的意思？哎，真的是哦，可以挑哦。喏，要种什么？这哪么？三个人头吗？有骷髅哦，先点骷髅看。这个没有骷髅哎，只有棒棒糖。要看啊，人头、鸡、骨头、苹果，然后这个呢？鸡眼睛、人头、棒棒糖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鸡肉、鸡人头，还有那个糖果。糖果没有糖果嘞，就鸡跟人头有哦。点人头看，对哦。有钱哦，人也俺们在这个世界，人头是一个硬币来的，哦，也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36杆了，然后这个干嘛？诶，这里有帽子哦，看到。然后呢，在干嘛？打什么密码？打我自己密码吗？打看。OK， 输。在干嘛？诶，那边有字诶 ，T R O L L。跟着那个字打吗？看啊，T， R O L L， 哎，对哦，这打给谁？打给老牙嘛？哎，破鸟，我破鸟吗？我破鸟哎，我破鸟，什么鬼？我到底玩了什么？那每个关卡我都不懂是玩什么，然后帽子来干嘛？哎呦，秘密关卡哈，需要找到十个帽子来解锁，我找到六个，还有四个哦。你就讲成我之前关卡没有看漏哦，这样我再去找回看一下。啊，找到了，在这个泳池里面，这里有个帽子啊，这里啊，啊也是在这里啊。啊，找到了，这里也有一个帽子啊，在这里啊，在那个工作人在边打这锣边戴那个绿帽子啊，啊，虽然说不是绿色啦，哦，找到了，这里也有啊，那个仙人掌后面啊有一个啊，我找到几个，九个啊，还少一个啊，对啊，啊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啊，这个躲在那边啊，哇，找到了哩，我给找到十个，可以过秘密关卡，好。这是 bonus 的关卡哦，这是什么？五个，我在干嘛？哦，找出不一样的意思吗？是耶，真的耶，这里这一个，哦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哪里哦？没有哎，最后一个找不到哎，我找很久哦，还是要逼我使出大绝的意思吗？我乱点。也不行啊，乱点他就输哦。好吧，这一次我反正我又不能乱点。这一次提示我这次啊相信你多一次，请你告诉我答案在哪里。啊？这里？你确定？我靠！这个不一样，竟然这样小个啊！哇，这游戏专门。这个真的是有暴走那个风格，傻小啦这游戏，那个有的按重置哦，你确定重置？哦，就重置关卡，就全部重来玩的意思。暴走期间又是什么？获取免费提示，你都没耶，你这个提示不能够相信的，获取妹的免费摸取啊。总得分我获得30万哦，哇很多，金牌耶！好啦，这款游戏呢破完了啦，就当作是怎么说呢？公式就给，如果你们不懂得怎么挂，当然就是来看我这个影片哦。反正我今天破完了这个关卡，我也不知道我在玩啥游戏，我看不懂啊。这游戏我真的看不懂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啦，我们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还有 like share 出去咯。
还有当然订阅老林的频道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。